哦，反正先讲这吼，先讲好。咱将来希望讲吼，拒绝外来的思想，黑板书想不好，非常不好。还有那个曼德兰，水引进曼德兰，我们要追究。曼德兰海西就给国龙，引进外国灰灰散灰，风景吹豆鼠散布各所在。光引进曼德兰的目的是要什么？要水土保持，也引起。爬在地面上的金欠一溜就起来，这款的物件变来水土保持，水土保持是因为树啊，根定足深的，一直顶一直顶的，啊是安尼送去四方，啊然后把迄土挽掉的。日本时代，你错材是错甲三尺，还是两公尺以上都接触，啊然后头甲老的，回过发根，回过发叶，然后一枝，而且树啊枝大块是不继续发去大山。大人的是这层头呐，死去烂去，伊变作肥料。唔是，中国来连根拢拔除，所以才会造成很多土石流。咱绝对爱改一不难无，咱造林疫情赶快做林要完全拢禁流啊。所以种不火原理，这一届提话就会好，第二届提话就会好。三年时拢去进口日本山来种，结果是。寒带的山嘛，来进入咱热带的所在，亚热带所在，拢怕去。花朵成材，伊拢爱错掉，伊拢变去爱归茶收收掉。正咱的物件，伊本来讲起拢起的所在，伊有较有会使讲是资源足大浪费。种三四十担，再多再落雨，内底拢空去啊，伊拢一大块了。所以林务局是大贪污窟，哦，咱将来一定要好好去研究，要安怎处分。哦，我讲我介绍，咱下一步请。是我相信的，那你张议长来跟咱讲财务管理的大事。多谢大家，谢谢。大会主席哈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。大家好，我过来补充咱总理甲咱讲啊，咱要变这个预算。啊，若预算变落，一定甲金钱有关系啊嘛。啊，甲金钱有关系时啊。咱啊，各咱民政府所有的单位，大家都爱去建立这个会计制度，啊，甲内部控制。咱无希望讲咱的单位啊，有甲流氓政府同款的作风。我咧上课，一直强调，一科要做两科用，袂使浪费。哦，啊，那要甲大家讲，管钱啊，一定袂使管少，管少的人袂使管钱。以前流氓政府所咧判罪，拢掠主管啊。我感觉这个观念是唔对。阿爸若要判罪，咱之前的事，会计部门的主管先抓来判刑，因为伊无了解嘛。迄、那个你若听讲，咱敢讲，但总统。伊哪会了解较济？讲下我要办代志，哪有到下开啊？会计讲讲啊，就恁去处理就好啊。哪会讲在判罪是咧判啊总统的代志？我是讲，是这个观念，就是讲爱主管有责任无唔对，但是主管会计人甲出纳的人。你爱负这个重大的责任，什么钱会使开伊，什么钱袂使开伊，一定爱照详细。啊，
希望咱大家有这个观念以后啦，咱会大家祝福啊顺利。咱这个单位出去，清清啊，变变真啊，真清气。所以讲，一点钱也袂乌袂开。那你咧开吼，会使私人的借你开，公家的钱你爱用伫公务。啊，必须你有一次交代，中央的人员去伫地方拜托拢食便当，所以讲咱一定话会遵守，希望各有关单位话大家遵守。啊，我报告到这，感谢大家，多谢。这有鼓励呢吼，啊！你中央去地方，啊，请你食饭店，啊，所以我甲中央请经费，安尼，家己请就啊，中央互你食了了，所以讲啊，中央家己食，所以记吼，便当就好个。啊，当然，若说咱请这中央来请咱各位的吼，迄个大饭店啦，安尼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好啊，来过来吼。开一个专题啦，要请咱个何顾问吼、哦，来专题十分钟，甲何以前报告讲吼，伊对这个啊做 TCG 啊，就台湾民政府有一寡期待，也是讲有一寡看法，啊希望大家吼啊注意听做笔记，谢谢。这个何顾问吼、哦，甲伊太太。